前会不会去找公牛？哎呀，有把公牛赶走呀！
这是小白马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哦，哇，这个够严重，哇，好好好好，好好，对对对，真的有点夸张的，因为我听到啪一声以后还奇怪了，想说没有人了呀。这里要等一下晃一分钟，这下台北很惨。对，啊、哦，这里真的很大，对，母鸟都钻出来，母鸟往外看了，对，这个很惨，哦，对对对，母鸟出来，还没，还在看，看上看里面，看外，母鸟也在看，哇，啊、哦，它可能也是被地震震出来的，对，嗯。非常严重啊、哦！对对对对对，啊、哦，哇，这个会很严重，哇，好，对对对，真的有点夸张的，的因为我听到啪一声以后还奇怪了，想说没有人了呀。Thank you.
刚好冲，刚好冲。鸽子来了，鸽子来了！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！好，我被挡住了。擦锤。
吃一条吧。交接，哇！
哦。黑头的，不一样，黑头，哎呀，警戒了！哇，冲！哎，冲下来！哇，酷！哎，追出去了！还在追呢。2024年4月3号早上6:41，第63次龙洞游隼雏鸟出生的第25天。然后开始想要练习正翅。2024年4月20号礼拜四早上5:29，来送餐了，回家。公牛走。
出来呢，没有食物啦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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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节奏，上去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今天真幸运。等一下，不回。5:30。母鸟啊，没有带回家哦。回家，回家。没有，完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去年的节奏还走400000了，这节奏跟去年一样，完蛋了。公鸟站在石柱的右上角，一直往朝内看。然后去年它还公鸟会往左下角冲，然后头会看巢穴里面。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雏鸟应该还是提早结束了。这个时间点。这个时间点是要喂食的，公鸟过来叫的话，幼鸟会出来想要 吃东西。不过这个节奏不对啊，都没看到雏鸟。它要记得订阅我。